主料：老豆腐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姜、葱、生抽、白糖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姜切丝，蒜切片，葱切大截段，豆腐切成小方块。锅子火上加入色拉油，油温八成热时，放入姜丝蒜片炸香，并放入豆腐煎至四面金黄。豆腐金黄后，放入葱段翻匀，接着放入醋，放入白糖，放入盐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煎豆腐时要小火，并且发动时动作要轻，不要把豆腐翻烂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